加坡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夏雨乔。在《女优摔把》里面，我饰演的角色是丽丝爱爱。我不但很会摔，也很会教哦。《女优摔把》即将在12月29号在新加坡全岛热烈上映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跟着我啦，我们都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啦。欢迎来到解放女子摔角俱乐部，我想邀请两位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啊。我看起来像是摔角选手吗？你们只要负责表演就好了。 fight， 打呀，开始打，你要打他，开始打。你们想要学摔跤，就要从被摔开始。被摔，师傅，我们是没人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把我毕生绝学全部传授给你们。超级新人，没人跌到谷底又怎么样？没有人爱又怎么样？让我们用力把人生的痛摔出去吧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爱重新的心感。